2020中国好声音盲选最后收官，四位导师又将迎来怎样的超实力唱将？你是一个民谣诗人，我觉得在我们历年好声音的舞台上没有出现过，应该是我听的这首歌最好的版本。他刚刚那个演出，包括导师，也许都做不了。四大战队已经初具雏形，谁又能获得转身后再赢蒋卫战，赶上盲选末班车进入导师战队？我觉得这两个都太顶了，不好选。这个可比性是几乎零。这两位都是我很喜欢的，我很难放弃掉我心中的那一颗宝石。四大导师战队阵容最终尘埃落定，接下来有十秒钟的时间进行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有问题，不是你的错。尽在本周五晚9点，浙江卫视2020中国好声音。